这是 cheese 海鲜焗饭，墨西哥鸡肉脆皮沙拉啊。我们要去吃冒烟的桥。各位观众大家好。各位观众大家好，现在我们要去吃冒烟的桥。又摇头。最近的一次是五六年前，怎么殊不知今天来，刚刚看到好像一个饭店一样。刚刚经过，想说很久没有吃冒烟的桥，然后要来吃，就刚刚开过来，竟然它开很大一间呢，超大一间的。所以我们现在要去吃冒烟的桥，爸爸。前面这么大间。对啊，超大一间呢。真的很夸张。它有什么？傻子。当初一间小店，现在变得这么大一家，真的是很夸张。Smoking Joe。我们应该是一样好吃吧？直接上去吗？不知道，走啊。先上去了。走吧，先上去。面包。哦，它冷气还蛮冷的，装潢也蛮舒服的。啊？有蛮可爱的。变得好大一家哦！先来研究一下菜单。啊？3680。六个人，那我们就六个人。对啊。好了，我们就先入座再说了。我要坐过去。我坐中间。就我点了这个。朋友说。点这个是勇士，因为好吃的就好吃，不好吃的就很难吃。所以台湾没有吃过好吃的。台湾没吃过好吃的，对他们就是这样讲。好，等一下我再吃吃看吧，到底好不好吃？餐点来了，哦，这浓汤看起来好浓哦。墨西哥鸡肉脆皮沙拉。我没有办法吃螃蟹。都饿昏了。这包什么？这是腌制，这是腌制的什么？很像，这好像梅子还是什么？我吃不出来，很像酸梅的东西，但是它不是酸梅。这是洋葱，这个肉很好吃。鸡肉？它是鸡肉吗？很好吃啊。这是沙拉里面的鸡肉，这是手撕猪肉，对，手撕猪肉。OK。海鲜披萨，这是另外点的海鲜披萨。大家一起吃，快点，来。这是你要的，这起司也拉太长了吧？我太难了。好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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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的手撕包来了，手撕猪肉汉堡，这个看起来是很好吃的。然后薯条很好吃哎，薯条好吃，来吃哎，手撕包，好，我要吃了。那牙区肉直接滴的到处都是，这不是白的，对，那就好了。
好吃。好吃啊！好吃，来。湿润，很湿润嘞。它的肉质是柴的，我觉得肉质是柴的，但是酱是好吃的。味道更好，我觉得很不错。这是起司海鲜焗饭。好吃吗？好吃。好吃。肉看起来很多汁哎，不要，你吃就好了。海鲜焗饭。哇，这个花枝真的是很大一块。啊。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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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好吃哦！干嘛？没有，我很想。所以这应该是鱼哦。嗯。鱼超大，鱼超大块。要料吗？其实它饭也很香。这汉堡附赠的沙拉，里面还有坚果，这很好吃的、啊。一样的味道，嗯，就是这样。如何？很清爽哎。那比较像水果沙拉吧，对不对？有点甜甜的。对啊。它看起来真的蛮干，它不像猪肉，很像那种牛肉干。嗯，不是，我们还没吃，它就很像牛肉干呐、啊，像不像牛肉干？来，帮你拍一下。我也很干啊。对啊，它的酱汁就有它，因为它的肉质本身是很。你要手撕之后，当然是肉汁就会不看，对，就会不见了。所以他就需要用那个他的肉汁，然后调成那个酱汁，再把它弄回去。我第一次看这个薯条很细。来，好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方什么角？是不是？菠菜角。菠菜起司角。你好吃啊。它皮很厚，然后它这里面是鸡肉吗？起司嘛，对不对？好吃。这个是厚切培根笔管面，好好吃，它那个培根很好吃哦。我帮你把剩下的饭倒，然后再加酱油。好好吃哦。他本来吃海鲜，好不好吃？好啊，嘴唇红了。我刚咬掉，怎么吃完了？我们吃完了。好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还是一样好吃啊？一样好吃，对不对？一样好吃啊！我们之前吃过，对啊，以前来吃就觉得很好吃啊。对啊，觉得味道都很够，分量也很够。对，吃得非常的饱，吃得非常的饱。加高一个桥。很推，我们下次应该还是会再来，因为好吃。小朋友还说为什么不早点带他来，因为太好笑了吧？他们那时候还没出生呢、啊。好了，去肯定。好了，去肯定大家。So close， 喜欢我们频道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并开启你的小铃铛。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拜拜。